比较有空。棒球赛，发球踩线。会不会太美？看一下，哇 ！Oh my god！ 我们后面就是交流道，我整个太兴奋了。This is too amazing！ 哦。是 Wendy 吗？我来自北方，这是我的今天的室友，一个屋主，中对屋主，我的房东，终于帮你拿一个，耶、yeah, ，谢谢，终于有室友了，这里很美耶，很美嘞，因为这里有点像台大，你知道，然后也是，然后它就是有这样子。这样子两条这样出去，然后可是如果你住在这边，你会超烦的，要一直爬这个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那这里有手扶梯吗？没有啊。那你这样手了跳去有手扶梯吗？我不知道，他有吗？他有手扶梯，很扯吧？广东海香港，哎，你好像哦，是吗？哎、欸，其实我广东话被大马的广东人嘲笑的那一种。是你们大马会讲？会讲广东话，就是吉隆坡那一带首都嘛。嗯，他们那里很多华人都是广东人，对，只要你是去工作的话，工作了几年之后，你也会说口流利的广东话。好美哦！你住这里，你就觉得没什么了，你还是觉得很烦。怎么是去哪里都很远？对啊，可是我就本来之前就一直在想，我到底要不要来安城？我就想要就是一个安静的环境。嗯，是走这吗？还是对？哦，等一下，我们等一下应该要怎么样进去？那你要怎么讲？你说没有啊，我就如果刚认识你才刚请安，每次上来我就直接走进去啊。你就假装我们，那我们假装低气压嘛。嗯，我要讲。你直接来，你会更可疑，我觉得。我不知道要怎么样跳，我现在很紧张，我不知道你们的那个制度是怎样。等一下，所以现在我们还会遇到人吗？什么这个时期吗？对，我们现在还会遇到谁吗？不会，已经过了，已经过了，就只有一个我的那样而已啊。你们收了很多吗？收了根本就没有办法，收了是你一打开那个门，然后你的前面就是几位伯伯，就是我之前有拍照给你那个蓝色的那个卡啊，还有在他都会要看那个你有没有拿出来。哦，你们是密码锁、哦？对，你们的卡、啊，对，我们是卡。什么都没有。哦，你们这真的比我们小间呢、欸？比你们的小间吗？对啊。啊！又让我，你们比较便宜呀、啊，你们比较便宜。也对。这是来自首尔人的羡慕。这是。来自台湾人的羡慕，首尔人，没有吗？我们在韩国可以说首尔安城人，真的，我们学校的那个只有一块球场，打我们的篮球场也不能打啊，它现在都封着，好难过。我很快乐，因为网球场而快乐。网球场分很多种，嗯，然后，你们的硬地还有两个颜色、啊，还是那个是红土。那个看起来你问我吗？我是一个运动白痴，我自问自答，很赞哦！可是你们这样很赞哦！我就跟你学台湾，你们讲很好，很娘，就是很梗哦。
很梗呢、啊、G-E-N-G Geng 很厉害，或者很厉害哦，完全没有，这是英文还是是哪一国语？它完全不属于任何一国语言，随着马来西亚人慢慢出来的。 Gostan 倒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就我因为我没有仔细下来看过，我一直以为这里就可能羽球场吧。超好的，那边是红土，然后这里是地耶，开心的，你真的很开心。可是我没有人可以在这边打，就是他如果可能剩20%之类的，就要让他下来了。没有，他现在在跟我说他在精准线飞数据库更新，就在更新说哪些是禁飞的啊。很酷，像。他已经，他很快就要没电，可是他快掉电就好了。我已经对焦不到他了。再站回来。我有点想要差不多，因为他现在剩30。哇！累了，我是个运动白痴，组那个网。